这是跟日月潭的渔民哈、哦、去干嘛？捕鱼。捕鱼啊，哦，那个大叔今天哦，要来当一日渔夫啊，也不是说一日的，这个应该是算是一日的，但是好几集的拍摄哦。文陶景这是正日月潭的渔夫哦，哦，不是来偷钓的哦，我们是有船的哦。哦，这个拍摄还蛮有趣的哦，而且是经过他们渔会的同意的哦。哎，教练，这是渔会嘛？哎，咱阿龙是渔会代表吗？嗯。哦，这船啊，嘛算不只大只，那有细只。对啦，这船算可以用力的。嗯。鱼尾代表嘛爱算计吼。爱算啊。爱算吼。嗯。啊，代表是有几只，无几只。有几只啊，嗯，那我们。代表都是无几只的。各位可能不晓得那个日月潭的鱼都是从哪里来的。有土生土长的吗？土生土长的也有啊，嗯，然后但是都被外来种鱼给吃很多啦、啊。这边的外来鱼种哪一种是最凶的？哦，那个鱼虎。鱼虎哦，哎，鱼虎。所以他们这边的鱼会有一个叫做消灭外来种、外来种的计划。对，哦，这个有机会我们可能会来拍摄一下，然后就跟那个屏东哦，他们消灭那个什么。那个外来的那个什么蜥啊？哦，对，哦，绿鬣蜥啊，绿鬣蜥那个差不多，哎，差不多的意思哈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其实很多原生种的鱼都被那个什么鱼虎啊，嗯，吃掉了，从小就吃掉啦。你看我们日月潭鱼会跟台电每年都有在放那个鱼苗啊，鱼苗，有时候鱼苗放下去就被鱼虎给吃了，就被干掉了，哎，都泡来了。嗯，你看这个。语法一定要有语法，好、哦，一定要有语法。对，这好像门牌，像门牌一样啊！你没有语法，代表这艘船不合法的、啊。所以你不能说，我们渔民都要这个啊。哦，只有渔民才有这个哦。哦。哦。呜。而且，哦，这是等于是拿来当浮标用的。对啊。因为等一下我们是放浮式的，嗯，日月潭鱼有分放城市跟浮式的，那边两种它的那一点浮哎，嗯，放浮哎，我们要去抓大头鲢，那大头鲢大部分是拿来做砂锅鱼头，砂锅鱼头，最主要就是砂锅鱼头，哇。然后我们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要出来？我们不能太早出来啊，日月潭有艇在营业啊。嗯。一般来讲，我们渔民捕鱼时间会落在下午大概4点多5点，嗯，到隔天早上清晨的7点左右。那其余时段就是给游艇。像这个游艇。观光游艇的哈。这个我们那个靠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潭哦，在生存的很多啦，哦，那这个是渔民，对，那还有观光的渔船，那还有一个 SUP 的 ，SUP 也很好，哎、欸，那是算是也是属于后来兴起了一个日月潭的活动，嗯，它水是发电，最主要是发电，对，你要聊人啊，嗯，对姐，啊，来啊，什么物件？这样，爱叫纪念啦，都做成纯纪念尔。对啊。哎呀，其他无看啊，纪念较头前个蛮有纪念啊。哦，这一颗哦。对啊。这是沉，这是我们的算锚啊。嗯。等于是沉到，这沉到下面的。潭里面的。哦，那个是那个嘞。这个哦，这个是外来的。整个都长什么青苔还是什么？不是，那个像海瓜子那个，
欸，那个是海瓜子哦。哎呀，就看到对几只海鱼船啊，伊咧入来啊。哎，但是伊那有法度直接共存吼。哇塞，足厉害。嗯。哦，几条啦。夭寿嘞。全部拢是啊。迄袂输咱人迄种，什么福寿嘞，迄种安尼吼。对。还是要把它清除掉。对啊。哦，因为你要放那个渔网。系啊。放渔网才不会过。啊，你手安尼袂去挂着？嘿，还好啦。好笑嘞，嘿啦，我的手可能就挂着啊。你拢无挂手套呢吼？有诶，代表练过。你有练过了对吧？吼，哦，咱我们那个阿龙有练过。我们在雾里面吼，准备要来放网。哎，这样子影片有人拍过吗？好像应该是没有。没有吼。那个大叔这次来当了，一日渔夫啊，终身渔夫。不会，我可能这个，我好感觉我中岛无啥食，我可能就开始吐啊。应该是没有啊，无啥用啊。无啊，还好啊。今麦算做无用的好哦。嗯。这是你看这个弹的，像这样子。完全没有那个，完全无影。人家到底多深嘛呢？即马较浅啊啦，较早深的时阵，二三十米嘛有，即马较深的拢剩十外米、二十米。起来了！哦，你说伊咧，手唔能去挂着。吓，伊这落去，要真惨哦。对啊。无人，雾无办啊。寒天较少人在钓钓鱼。寒天啊，即摆来寒天。接落去热天就较。对啊。较有啊。咱即摆已经四月了呢。对啊。爱去钓钓鱼好无？鱼好未？啥咯？鱼好足巧，伊未钓网啊。是哦。而且鱼好，一般伊嘛无啥会算潭啊中。哦，它会在潭旁边就对了，所以鱼有要用钓的。鱼有用钓的，用路亚。喂，老哥。哦，路亚的、哦。用路亚。因为你钓鱼有，一般的人就没办法来钓了啊，除非他用 SUP 来钓。嗯。对，但是鱼有会在岸边。嗯。他繁殖几会在岸边。哦。鱼有也是可以吃啊。像这个就是。毛，我、哦、就自制的毛啦吼、哦。对啊。哦，你嘛知影这手啊偌长才会知呢吼、哦。手一定会中长。会中长的对哦。嘿，咱一定会中长。让它只能我、哦、用两粒的，我当作一粒尔嘞。两粒卡，一拖开。如果不够长的话，这个会被拉下去。渔网会被。会有水流啊！哦，会有水流的问题。会拉，因为这潭水有在发电，有在发电，它有涨潮跟退潮啊。它的涨潮退潮也是因为那个月发电用的。哦，它是利用涨潮退潮来发电就对。对对对。哦，你讲的是这哦？对啊。这是蒲。这是早期放蒲田。蒲什么？蒲蚕。哎，比如咱这潭的。原生种的奇力鱼繁殖用哎，哦，但是现在奇力鱼的下出来的卵都被那个玻璃鱼、红魔鬼还是鱼虎给吃掉了。嗯，所以原生种都没了。对，很少，还是有，但是很少。先上来说，让我们尝鲜。直接把丝袜盖起来。
不太长。唔免啦，我搁一个对头。哦。所以即马开始咧放啊！即马吓先落网啊！我爱先落，全部落落去。嘿，一领一领来。网子放下去了，哎呦，小心嘞！哦，您上次你们那个五十斤的大头鲢是这样抓的吗？对。啊、那个保特瓶是为了要让渔网浮起来，啊、这样让它沉底，这样两个就够了。没有啊，一段距离让一个、啊。我以为你上面那个什么那个蓝色的那个就可以沉了，就可以浮起来了。没有，看一下，这种不叫，这应该不叫算流刺网吧？这个、哦、流刺网，人家说有一种网是大小鱼通吃。哦，不算，这不是吧？这不是，这个抓到的鱼最小会多大？最小哦，哎、欸，最小大概十五斤上面十五斤以上的鱼才会中。十五斤很大了呢，在日月潭算还好哎。十五斤大概有多大？小小的而已啊。十五斤呢？十五斤在我们日月潭的大水准来讲算小的。十五斤不大，现在都嘛三四十斤了。哦，三四十斤很大呢。欸、一斤是600公克嘛，对不对？公斤才600，对吧？哦，一斤600公克。啊，你们讲的15斤是一斤600吧？对。哎、欸，那15斤就等于是如果乘以六，等于10公斤了呢。十公斤还小，十公斤很重了。不会啊。哦。十公斤的鱼，我觉得就很大了。那我们看看明天早上可以大丰收，哎、欸，看一下好了。对对对，希望了哈。啊，如果万一没有抓到的话哈，我们这个影片先跟各位讲，我们还是会出来，哦，对不对？不要因为说我们没有抓到鱼，这个影片就没了。毕竟我们曾经努力过了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们不是抓了鱼，哎、欸，应该是说我们不是造假啦，是真的来这边抓的，哦。我们今天跟着阿龙渔夫来这边抓的。你这样捕这种方式捕鱼捕几年了？我不是每天在捕啦，有时候看季节性啦。我是说，啊、其实我们小前前后后加一加，哦，小时候到现在。小时候到现在啦。啊，小时候船谁开？小时候我哥哥会开啊。哦。对啊。
小时候我们也是时常跟着爸爸出来捕啊。所以这只是等于是家族的一的传承呐、啊。所以也害啦，老一辈也唔传啦，传这俩一样，特别冲啥。对，这是一种休闲呐、啊，对吧？兴趣啦，其实你嘛还有兴趣。你若无兴趣，你叫你来干咩？我爱。啊，恁囝干咩？我囝即摆嘛无爱，我囝也袂晓。啊，恁囝捌算过无？唔捌。唔捌算过啊？唔捌。伊捌来过？伊唔捌。哇，恁囝好命啊！即摆囡仔乖啊。拢无人要安尼算啊？无人要安尼算啊？啊，恁囝捌来算过无？唔捌。我们现在是乘风了，但是没有破浪了，因为没有浪。我先行，我行。你慢慢行起，好来。你慢慢行，我俾人偷笑你。好来。你去出来。来。需要。对。对。表演偷笑你看。我这是吧。无啦，你这那孤单的话，伊船来飞起来。哦，我钓到多少只，钓多少好啊。好。安尼都唔惊落雨啊。我当作伊要拖起来，你猜无？嗯。